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可是当今社会，见不到人心。生命不在于长短，在于意义、内涵、精彩与实在。爱你的并非你所爱，疼你的并非你所疼。姻缘，做人做事要懂得天高地厚，要知道天南地北。患难见真情，比赛看结果，日久见人心。很多人活着只看见他人，没看见自己，久而久之把自己给弄丢了。执着的人生与性格肯定吃力不讨好，头破血流。我没选择孤独，是孤独选择了我。我没有左右人生，是人生左右了我。我没主宰生命，是生命主宰了我。一切很想顺其自然，却往往无法自然。善济医社义务执行主席拿督子李卓顺发太平绅士与您分享。